这样的话，双方打成1-1，那么通过这个前2局较量以后，对对方都是了解，就看决胜局怎么样，谁发挥。 这个明显调动到这边来，这个没办法回去了，不错，好球！哎呀，真荣是打这个高球，真的有点像姑娘一样，到后来就是打不动了，但还好他的位置没有失，而且他一直在调动的时候，你看。